陈宇，粉丝宝宝都说我了，就说你姐姐不是有二胎了吗？牛牛她是一胎，她失宠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说这句话了，因为所有的孩子是不同的，咱们家牛牛没事，但有的孩子听到会不开心。对不起，为了就是给牛牛赔礼道歉，然后我给牛牛一个随心配，也她的面霜，这个随便是给你姐姐的。你姐姐不是现在怀二胎了吗？她要补充蛋白，就是这个，这是我喝的，给姐姐准备的。来，打开这个，这个也是给姐姐。牛牛特别活泼开朗，她知道我是在跟她开玩笑的，是吧？我想了想，福子宝宝说的也对，我不应该那样说。有的孩子就是心眼小，或者就是心态不好的话，可能是不太好。对不起啊，原谅我，下次我说话要注意点。对，你下次说话别有声音。就买这个，我给大家看看我喝的这个啊。这一包我喝完了，我看里边有那个叶酸，还有钙、铁、锌、蛋白质。你姐姐说她现在要每天早上喝那个纯奶吗？她说喝不下去。我最近不是在喝这个吗？就是加了这个之后，就闻不到那个，就那个奶香味了。于是呢，我给姐姐买了一盒。这个是香蕉味的，然后这个是草莓味的。这个香蕉我觉得香蕉挺好，这个给姐姐吧。闻着就有股香蕉。哇，这随心配盒子小了怎么办？换个盒子。姐姐会喜欢吗？这是我诚心道歉啊，说的是给妞道歉，不如给她妈妈道歉呢。走吧。怎么打开了？你看我妈不成我姐一人，看安吉喜欢买的榴莲，就喜欢吃的榴莲，我妈买了。他说这个纯奶不好喝，于是呢，我不是最近在喝这个吗？尝一下啊，一勺就行是吧？行，你看看那个一点没有奶腥味，这个喝了啊，怎么样？酸酸甜甜的，行，喜欢就行。哎，这个是给牛牛的呀，牛牛生气了，也不是牛牛生气啊，粉丝宝宝生气了，说我说话不太好听，就是说失宠了。他在我们现在位置根深蒂固啊！你我们家性格也好，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去是我们家的心上。不过我说那句话确实不对，有的粉丝宝宝听到了，对他影响不好，我道歉了啊！接受我的道歉吧，替他接受。谢谢，你尝尝这个，好喝吗？要是这么一喝的话，纯奶味儿不太大，是吧？我还怕我接受不了这个味儿。你看，为了你姐，怀二胎。我怕他那个营养不够是吧，蛋白质不够，所以呢我就给他买这个，我觉得挺好吧。主要我最近在喝，我身体最近也不好。是这个喝完了我再给你买啊，包了啊。二胎，二胎好像是我的二胎一样。咱们的。还有粉丝宝宝说，为什么陈宇妈妈不要个二胎呢？我的情况呢就是有点复杂，随后给大家说，想听吗？行，那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